早上六点多就是告别试完，然后跑完行程，没想到啊，不然去帮忙排队好了。你几岁？九十五岁哦。啊，你几点来排队的？他说七点多，我没有那么早。啊，自己要来吃的吗？我女儿来。哦。你是鹿港人吗？对，阿贺从哪边来排的？从台中。啊，昨天几点来排？我第一次来，所以我就昨天中午电话的时候就来排了。第一次来吃吗？还是以前吃过了？我没有吃过。没有吃过。但是八年前就有文的过期耶。昨天是几点来排队？昨天晚上九点，因为我八点多的时候有来过一次。然后回去洗完澡，马上就过来。觉得这样很值得吗？应该怎么说呢？难忘的回忆，难忘的经验啊！因为至少这是亲自自己报名，然后跟这么多人一起在